啊，那么今天，啊，许许人、许许多多人讲的灾难，啊，学佛的同学要晓得，啊，佛法有没有灾难？佛法有讲灾难，没那么严重。世界末日不可能。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一万两千年。 照中国古老的讲法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，啊，大概三千三十多年。你看，一万两千年，后头还有九千年呢、啊，日子长得很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世界末日人外国人讲的。 啊，不是中国人讲的，也更不是佛法讲的。治乱灾祸啊，其因是什么？在中国古圣先贤讲的很多，讲的非常好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感应。人有善心、善行，境缘就以善感。静是物质环境，云是人事环境，也就是说，人跟环境。 跟物质环境没有一样，不是？人要是以物感呢？那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也以物相感应，就把原理说出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挽救社会。 要挽救地球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，奖金教学。啊，我们用网络，用电视，啊，把我们这个奖金教学的效果扩大。 啊，希望我们的同学啊，在网络或者在电视机前面啊，都要认知。啊，我们自己真正发现啊，依照啊经典教诲认真去学习啊，从孝顺父母学起，尊师重道。 啊，发慈悲心，爱一切生命。啊，不杀生。啊，最好呢，能发心啊，素食，素食，对身体健康有大利益了。 我二十六岁学佛，啊，知道佛法对于饮食啊，他讲求的是卫生、卫信，卫心。我佩服到基础。世间人只懂得卫生呢，是保卫生理呀、啊，啊，对于保护自己的性情疏忽了。 啊，保护自己的爱心，那更舒服了。啊，我在没学佛之前，在南京念书，我住在同学家里。我这个同学家庭，虽不是大家庭，啊，他兄弟姐妹多，有五六个兄弟姐妹。啊，这个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个老祖母。 啊，可是这个家庭呢，它三种宗教，就多元文化，啊，老祖母念佛，家里有个小佛堂念佛，他父亲啊是伊斯兰教，他妈妈是基督教呵呵，所以这个孩子们呢，大概都跟着妈妈，啊，所以我住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，啊，我这是知道伊斯兰的饮食。 注重卫生，还注重卫性。啊，凡是性情不好的动物，它不吃。啊，它有选择的。啊，那性性情很温顺的、善良的，它吃吃这些动物。啊，那么佛教更进一步，啊，采取素食，啊，培养慈悲心。所以这个饮食。 方式我觉得很圆满。我学佛不到半年，我就采取素食。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因果啊，我就是因为相信啊，这是为生为信为心啊，这个很圆满啊，真的是健康啊。啊，我素食到今年五十九年了，啊，明年就一家子了。 身体越来越健康了，不比哪个人差了，啊，这证明了素食的好处。啊，素食确实健康长寿啊！啊，那你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啊，你为什么不采取素食？ 啊！我给大家做了个见证说是好啊！啊，人要存好心，要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好的标准就是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感应篇》。 佛家的十善业道。